在万米的高空之中，一架波音飞机正在平稳飞行，可随着机体的一阵晃动，整架飞机却犹如被子弹击中的鸟儿一样，径直向地面坠去，飞机内部一时间飞机坠入云层后，
姿态仪显示因为没有红色的参照物变得混乱。机长却武断地认为是姿态仪发生了故障，因此没能正确地判断飞机当时的位置，为后续的处理留下了隐患。因为调查人员的测试结果显示，飞机姿态仪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从未失效过。第三个问题出现在机组人员的配合。去了。